女儿天天吵着让我做的下饭素菜，简单又营养，今天我就分享给大家。不好吃，您顺着网线来找我。两个鸡蛋搅拌成液，先炒熟备用。再起锅爆香葱段干辣椒，倒入豆芽和提前泡好的粉条，加一小生抽老抽，倒入韭菜和鸡蛋，最后来一勺盐半小糖调下味，大火翻炒即可。这样做出来的下饭素菜，就怕你家里的米饭不够吃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学会的朋友给老麦点个小红心吧。